嗨，你好，我是尔子莹，欢迎回来我频道。那上一集影片呢，就带大家去到了东京两个非常有名的赏樱之地嘛。那今天呢，就带大家去埼玉的熊谷樱堤，还有大宫公园。那埼玉呢，其实是离东京虽然是有一点点的距离的，但我相信说，跟东京相比之下呢，这里的游客会是比较少的吧。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出发喽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这边，我们要去这个。熊谷樱堤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熊谷站南口，然后我们现在从南口出来，就会出发去到熊谷樱堤。然后走熊谷樱堤呢，我们就会路过一个荒川公园，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而已，非常的靠近。走往熊谷樱堤的路上，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樱花了。这里离车站呢真的非常的靠近，5分钟左右就会到达熊谷樱堤。熊谷樱堤从江户时代就是著名的赏樱景点，也获选成为日本樱花百选名所之一。这里看樱花人潮没有那么多，主要还是当地日本人还有住在埼玉的外国人为主。我们来到熊谷樱堤的时候呢，樱花还没完全开满，有些樱花还是在含苞待放的，所以跟图片上还是有蛮大的差距。很多人都询问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满满的樱花？其实每一年樱花开满的时间都不一样，只要天气暖了，樱花就开了。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日期，但大家可以多多留意日本的官方新闻。只要樱花季快到了，媒体就会现场直播给大家看看不同的赏樱景点的花况如何，所以还是得多多留意新闻。但这里之所以有名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赏樱之地除了可以看到樱花之外，这里还有一片的油麻菜花。这里的樱花是软井吉野樱，花朵是有5枚花瓣的。除了景色非常漂亮之外呢，这里逛起来也比较舒服，比较不会人挤人。如果是驾车来到熊谷樱堤的朋友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给大家停车。发现日本人喜欢在赏樱之地野餐之外呢，我觉得我们也要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也买了一些小食。如果没有准备到食物的朋友，这里入口处就会有非常多的小摊贩在售卖日本的小食。同时还可以玩一些小游戏，非常的热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到埼玉的大宫公园。大宫公园呢，其实离东京的距离会是更近的，大约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了。到了大宫车站之后呢，也是需要走一段路的距离，大约10分钟才会到达大宫公园。基本上跟着人潮的方向前往大宫公园就不会错了。还没到达大宫公园，已经可以看到远远有着满满的樱花。本当ね。可愛いね。那我们刚刚去完熊谷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这边埼玉的大宫公园，这里的樱花更加漂亮。日本的樱花季就像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节日，很多日本人都会趁着假日的时候呢，跟家人一起出来赏花。在这里野餐，上方就可以看到满满的樱花。大宫公园呢，是我们去到第4个的赏樱之地，也是樱花开的最满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里没有征收入园费哦。这里的樱花品种是比较多的，但是主要呢都是长得比较高，想要拍近照的朋友呢，这里可能不太适合哦。相比起另外3个赏樱之地，这里更加的热闹，更多摊贩也更多人。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这里还有提供一些儿童的娱乐措施给小朋友。大宫公园的腹地很广，是24小时开放的，而且在这里还可以赏到夜莺。真心的推荐想要赏樱的朋友，如果想要赏樱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出发，时间越晚人潮会越多，而且早一点到达赏樱之地，除了可以不用人挤人之外，还可以找到一个美美的地方，一边野餐一边赏樱，体验当地日本人的樱花季。那这次跟大家介绍的四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赏樱之地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赏樱之地呢？都欢迎留言跟我说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。